下一个是谁？我们要抓的是大鱼。到底是哪些文件泄露出去？如果万一你暴露了身份，他的目标就会变成你。我进国安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，国安可能侦查到了什么。如果不是因为你们。 根本不用从沉睡中醒来。对付这种人，我们总得多想一层。只要你曾经威胁或者侵犯过我们国家的安全，不管你在哪里沉睡，我们都有能力找到你，让你醒过来。